拢甲政府协办，但是这边情况特殊，因为国史馆的前馆长已经向台湾的社会宣布讲，二二八的元凶就是蒋介石。所以，因为伊的后代要主办二二八的这个活动，阮是感觉讲，伊也未真清楚表达伊立场的情，咱无希望甲因做伙合办。台湾国家联盟是一个社团的一个平台，啊，伊的成员有台湾教授协会、台湾教师联盟、有台独联盟、台湾基进党，也有北社甲一挂女性的团体，水当当，还是讲二十一世纪妇女联盟。台湾国家联盟多年来，诶，努力的目标，就是台湾正名甲正言，希望。